去兼顾啊。二舅母，哎呀，快起来，来，这旁坐下。看你身体单薄，食不胜衣，却是为何？王孙女是小肚病，从回去办事去，便去衙道是进了。怎么，林姑娘来了吗？啊，真的来了啊！哎呀呀，来迟了，来迟了！哎呀呀呀，老祖宗，我来迟了！坐在楼头西菜场，今朝听听。正是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辣虎啊！论今生所为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冯老师就是了啊！这是你林儿嫂子，二嫂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好一个妹妹呀、啊！你们赶快当嫂子，娘林姑娘带来的人去去去。是，妈妈姑娘随我来。对呀，对呀，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啊，把我身边的那个紫娟丫鬟接了队伍，好事回来。是。见过林姑娘。老娘，家里来了客人，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林妹妹，我们
这个妹妹好像在啃金菇的呀。哎呀，又要五十两，你何曾见过啊？没没见过，看见面色，心里好像神圣的一般。哦，好啊，这样嘛，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妹妹，你读过书吗？证明民官的儿女表示的。不是，不是。哎，妹妹，你有娘没有啊？我没有娘，你哪块娘也是件稀罕之物，岂能人人都有？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下不是，还是领不领？哼，我可不要这东西。当你生气啊，又当马神容易，我可去谁你那命根子哦。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她也没有，哼，可见不是好东西。宝娘，把她带上。宝兄弟，宝兄弟，哎呀，宝娘，你快带上。宝女啊，宝女啊，宝女，到这里第一次到，快带上。宝兄弟，老太太不是常常说的吗？这富贵家呢，就指望着这个命根子呢。传到舅舅耳朵里去，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那怕什么？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氏母王罢了。好啊，原来你得了牙了，被封为文氏母王了。哎，别人叫着你可不能叫。为什么不能叫？我偏要叫文氏母王。再叫文氏母王，文氏母王。
谢啊。宝兄弟，林妹妹快过来，替宝姐姐敬个礼。宝姐姐，宝兄弟，林妹妹。太忙了，太太，老太太请姨太太、宝姑娘到里面去坐。啊，妹妹，请吧。姑娘，爷爷冷了，你回去吃药吧。你先回去吧。哦，你吃完药再回来吧。我姑娘家里啊，是有点有理有财力的名门大族，就住在锦衣中大户。你看，可不像林姑娘那样。哎，听说那宝姑娘还有什么锦书，也像宝玉那块玉一样，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呢。莫生莫忘心事很长呀，莫生莫忘心事很长。哎，宝姐姐，听说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字，今天要让我赏鉴赏鉴。我没有什么好看的。嗯，宝姐姐，你看了我的，岂不不让人家看你的呢？不离不弃，方令勇气。这两句话真像五字一对呢。好香啊，宝姐姐，这什么香啊？哦，先是早吃吃了冷香丸的香气。冷香丸那么好闻？请我一位尝尝吧。又闻到了，牙怎么能好吃的呢？嗯，这香气好闻嘞。哎，宝姐姐，我们来下棋好不好？好。妹妹，你可不要听他的。哎，你听我想一想，你下赢了，我可把你为输。要是下输了，谁请宝姐姐随我们两个做徒弟吧。你看你这张嘴。
问你有人找你，是老爷问你。老爷叫我，既是老爷问你，那就快去吧。哦，王爷，你忘记披风了。老爷问你，也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不要紧，我好好地读书，若不安分守己，就不饶你。牢牢记住。是。陈文勇，忠孝仁慈本也，是君不可以不忠，是父不可以不孝也。三纲五常乃成立人之大敬，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是。是故忠人臣孝子之门也。人家在哭闹，你还在笑呢。
子没法子哦。二爷，你咋这不长出个读书的样子来呀、啊？我们的敌人弟弟又要年金苦罪了你，可我不死了那个长罪呢。二爷，读书吧。看你捏成这个样子，来。什么？二爷，你上次叫我弄的书，我今天哪来了？在哪里？在这里。拿来我看。来。水香气，对不对呀、啊？二爷，给赏赏我了吧？好，明天赏你一吊钱。谁没有见过一吊钱呀？二爷，把这个象牙雕刻赏给我吧。好，拿去，拿去。弟弟都可拿去啊，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谁也不准拿。拿来，喏。像这样的好书，老爷吃不许我读。嗯，今天我背地里偏要读太过伤快。天津有事，难得西厢奇妙事啊！先生身尽心能事，殷殷家，母殷殷身尽根本当受此。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问万千的八股文章，你问的这些呢？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嗯，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哎，好妹妹，今天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谢小姐，好妹妹，真是好文章。Thank you.
子儿子自知都会，就什么也不怕了。那你决定再不唱戏了？嗯，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二爷，做戏九六的人物了。哎呀，你少管一些好不好？朋友来了，这
这怎么得了啊？哟，与妻子交过朋友，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怎么不欢迎客人吗？妈妈也真不该来了。啊，不，宝姐姐，来来来，宝姐姐，亲手啊。你们刚才这样热闹，在谈江山什么嘞？宝姑娘，你看，他叫我喜子也叫起朋友来了。喜子，嗯，可怎么得了啊？宝姐姐，你不要听这些话。什么事啊？阿姨，老医生。明日一早有贵客要来拜访，要你去会客人，又是陪客。宝姐姐，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那是认识你的人才出众，人家娘母呢，才都想来见见你呢。我无非是个手中艺术的熟人罢了，配人家娘母吗？哎呀，你怎么忘了？你原是贵妃娘娘的邻居，怎么不叫人娘母呢？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老多们来往了。大姑娘，你听听，四大妈又不让做官人来往，却上下不分，有妻子混在一起的道理。是啊，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放眼老子呀，看来情谁不想告本门隐门，如今你上帝姐姐，老太太要往国白，真没承认，你去往国白去吧。我难道是准备人往国白的吗？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人家劝他上京，他呀总骂人家什么老多啊，你想想，怎么冤得老爷不生气呢？没有什么，时不早了。我该走了，宝姑娘再坐一会去吧。宝兄弟，我走了啊。我说宝姑娘，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啊。宝姑娘这是心里宽哪有我呀？今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我至于会怎么样呢？提起这些来，宝姑娘真叫人敬重，可是你都人家身份了。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这些文章的话。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哎，想不到归国之中也会损上了这种风气。哎，你心怀
们众人新王府有一世子，名叫齐贵，乃是我王爷心爱的，是今多时不见为妻，转身齐贵与琳琅榜样相交甚厚，亲自道这夫妻也是琳琅的知音，故自己老先生专指琳琅，亲将齐贵放回，一直可为王爷红恳之意，儿子嘛，以免下官举密自空。雷神啊，回宝女来。我倒是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这个叫我我最失去了。儿子管教他，因为这是永中要做，老太太是这话，
做儿子是我担当得起。呸！我只讲了一句话，你就进修不起了。你那样的棍子，难道保牛就进修得起了吗？老祖宗，保牛，保牛啊，你这不雅好不争气的身子哦。晚上把这牙用酒拧开替他补上，把雨水捏都散开就好了。是，好，多谢宝宝姐姐。哎，当得这个样子，宝兄弟。怎么来了？我是那些别菜的，是不知道的。看，你可受了委屈了？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老太太就过来啊！我走了，回头再来看你。Thank you.
姑娘也生了。Thank you.
妹妹。喜欢吗？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谁呀？都睡着了，有事明天再来吧。二姨吩咐的，你该不许放人进来。没有什么好的，请你吃。
老太太休要客气，这是已经叫公丫头忙完了。哎呀，驸马休说了，老祖宗啊，这是一人肉算，要是不一人肉算啊，早就把我也吃了你。你听听他这张臭嘴。我来了这几年，留心的看起来呀，神兵二嫂子怎样瞧，总瞧不过老太太。哎呀呀，我的啦，我是敬老了，还求什么呢？那想当年，我像凤丫头一般年纪，那倒是还比他强呢。凤太太，不是我当面奉承，现正反正，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儿算起，又是好又是丑啊，那都不是宝丫的哟、啊。老太太这骗了，是这样的、这倒是真的啊，我时常在背后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意。老太太都预备好了呀、老太太快请吧。李太太请啊，老太太请，这老太太最好。永远。
什么字？难道还有一个子弟不成吗？妹妹买醉。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只要我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后就两开心吧。你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精神，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哦，怪不得你不理我。好，我只管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离开就死好了。嘿，谁要你多嘴巴子的呀？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只有宝珍才来坐过一回。定是丫头们关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焚车之神，我定要教训教他们啊。只要教训教训才好。对，这才两物倒是小事，要是以为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严宝他们在这里，事情可大了。哎呀，你玩死这些娃，哎，你到底玩的欺负你，你玩的推我呢？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我记得一溜儿呢。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事上天天不长，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时白费良心，而且连你待在我的心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让你宽慰一些，病就会好呢。好妹妹慢走，让我再讲一句话好不好？我有什么可以说的？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今天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谁，只好挨着，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你梦里也放不了你。妹妹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咳嗽倒好一些了。阿弥陀佛。奇怪，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怎么也念起不来了？你呀，子娟，外面风这么大，你还坐在风口里？看，看你身上衣服穿得那么单薄，妹妹已经病了。要是你再病了，那可怎么得了？啊，二爷，从此我们这棵树啊，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
那些文章人都有多会识你的，你总不留人，枉我小时候一般因为这是我死的你。况且姑娘也本府供我们保护你是想，你困他进来远杀你，还恐远不及你。不忍生气，死的死了，叫的叫了，走的走了，将来你们闲闲的都不理我了。家名称来接过
娘，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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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志娟，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叫林妈妈为民去做一位啊！是，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李家的人来这里，妹妹，来这里，来这里，快去啊！快去！宝娘，当他去，当他去，出去！宝娘啊，宝娘啊，宝娘，不是林家的人，是啊，是家的人，你是谁？不准你到领子，听见了吗？是啊，又不准你到领子，不许两姓领的进来，听见了没有？是。姚子，快叫声姚子！姚子，宝娘，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吧？是啊，宝娘。哎，志娟，林妹妹她从今一夜去不啊？宝玉成了亲的好，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我看也只有这样最好。我们娘儿两心还计一计，算有只有真儿商量。老太太，老医生挑选媳妇，请老太太做主人时，可是老爷有事，娶媳妇要死得结拜，才能够相夫成妻双门。曾经留心过的女啊，可惜的女这女举止行动都会变，不是包茶新婚人稳重端庄根严。老太太，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林姑娘虽是羽毛悠悠在，只恐怕多愁多病不为恩亲。宝丫头得用几杯
宝丫头倒是还人心一点，宝奴若娶了她，说不定病也好了，神也就真到了。老太太说的是，既然你们都是宝丫头好，我的旨意也就定了。要是带奴在此，也想包茶一杯，这分钟是此事终身就好了。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但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倘是那女儿生于宝玉有心而死心，倒帮生出什么事来呢？月牙，你做什么？老太太，与我讲吧。是。老太太，虽是人家孩子们杀成这种心思，叫花生知道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对牛倒也罢了，我担心的是宝牛，实际上上一位那个样的老气了。哎呀，这倒叫人难了。难道是不难？我倒有个旨意。方才听见的话不准准出去。太香。是。买，要是走漏了风声，当心死了你们的嘴。是。你莫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方子。调包，
老大姐，你受了什么人的气了？林姑娘，你偏偏这个理，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我甚至说错一句话，他们也不敢打我。你说错什么话了？什么话？话不知会报应，去报姑娘的事情。你说什么？那甚至会报应，去报姑娘的事情。
天大的事儿放开手，包养你牛精神花模样，当开你美上素裹中thank you.
去王姑娘，现在今日做亲，希望都是林文收入的，上头吩咐王国教我们知道。这些人怎么这样横刀人胆呢？宝玉，我看他明朝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林姑娘怎样了？方才人让那个老太太商量过，那边要用你试婚呢。要我试婚？周妈妈，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们是早日出来替我试婚的。只是林姑娘，我也客气。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我可怎么去回禀上头呢？周妈妈，你只管去回禀上头好了。谢爷，给我去吧。怎么一个都不去？上头是鸟不过人的。哎呀妈妈，去是你。
有亲人，我的孙子是关心的，你好歹要叫他们送路回去。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亲上神迹，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王孙名叫一笔一对，
呀，我们何必用这些石头？宝兄弟，宝兄弟，宝兄弟，祖先郎中给东文人修茶的新娘起来多人欢喜少自杀在远在奔莫团聚是懂得老祖宗都是为你好啊。妹妹们
要领妹妹的苦水。宝女儿，你寻一寻亲娘孙子。好要死，宝牛啊，你讲你讲。我妹妹到黎明，两股平原也要跟，当今的八妹放在眼前哦，也好娘同病相怜心灵心，我在年龄上相见啊，死了也哭丧红粉。宝牛啊，老祖宗啊，我天下凡人负苏秦，此节与妹妹共死谁？宝玉，今日是大喜，你就病得这个样子，你好叫我心痛啊。我知道求你们也没用，我找你妹妹去，我找你妹妹去。找林妹妹去。宝玉，林妹妹她已经死了。
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添我为你是谁里梦里常想
宝儿爷，天快亮了。